春天的野菜怎么能少得了唐铃花？哎呀，这棵已经开花了，去看看前面这棵。这棵也开了好多花，但是还不错，还能摘得到一点骨朵。开花的不要摘，这种快开花的才好吃。摘了这么一点，够吃了。走，老白，回家了。走，快来。炒好了，朋友们，开饭啦！